是我和大黄路过南昌时候拍的，哎，那时候感觉还是很自由的，每天可以玩会。这里有很多的大鹅，大黄见到了以后啊，还觉得很欣喜，不知道大鹅叫啥意思，嘎嘎嘎。大黄温柔地看着大哥。大黄偶遇几个美女姐姐，大黄就走不动路了。饿了。塑料会粘人，也不会互动了，就知道去扒拉别人。你干嘛？你现在注意力在你身上，才捂眼睛啊！你说大黄，大黄捂眼睛，怎么捂了？看，错了，看我，大黄捂眼睛，正捂，知道吧？你要跟他做一个这手势嘛，这手势嘛。大黄捂眼睛，你超搞笑。喜欢我呀，拜拜了。为什么乱扒人呢？为什么？我跟你说，不是他，别乱扒人。他就叫大黄、啊。对。希望可以安静地走过每一个想走的地方，走完自己的一生。寻找心中盛开的花 Just for you Just for me Just for love 来回头回头来现在就出发到达心中快乐的家现在就出发上去我去我没让你趴那大哥你怎么那么享受长途人生呢？每年桃花开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一个人，他曾经很喜欢我。好，好嘞，走了，放人了，好嘞，好吧 ，good。从那年开始，我忘记了很多事情，唯一有印象的。就是我爱桃花。总有些事情是不愿意再提，有些人也不想再见，那就不能够再拥有。